哎，是王哥不？大王，社会王。我也买嘛，买个枪。我也是混社会的，是吧？我也是社会人。江神，你问江克林呢？江克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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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冒蓝火那个，哒哒哒哒哒。试试吧，我想试试我到底能怎么的嘛？我买枪，我买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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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他妈打架了，没衣服架着你，没衣服来个玩儿的。那我买个奥迪。我买把短枪，打了今儿没问题的短枪有没有问题？行，买钱买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我买这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再不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派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死，我挨着黄本。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，北方大吉，新手营，我在运输馆上等你。先冲到，班长，我还有最后一把，我还有最后一把。